一直以来网络上都会出现很多食物系的美女，比如说豆花妹，鸡排妹，然后嘴边肉公主啊，嘴边肉公主，嘴边肉公主是我家附近的面摊的一个漂亮女孩。你擅自帮她取这个名字？因为我都会跟她点一盘嘴边肉，多漂亮，非常的可爱，就是你会觉得说可爱之余又加了一点孝顺在里面。对啊，她帮忙家里，我觉得就是边吃会一直边就是看着她，会觉得说她认真工作的样子非常的迷人，然后又长得漂亮。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就请到很多也是食物系的美女，没错。但是他们出来之前呢，也要请那个现场的来宾，因为他们都是跟食物有关的。赵哥，你平常有在 follow 食物系美女吗？有啊，怎么不，最近那个不是很红吗？什么炒饭妹啊，还有那个什么地哪有炒饭妹？有啦，炒饭妹最近很红了。真的吗？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最近的对超红的那个炒饭妹，她穿的那种很性感，很性感，对。所以也是一般平。路人，然后被发现很漂亮，是不是？对。但他是真的会炒饭，他觉得也是帮忙家里吗？没有，他就是纯工作，纯工作，纯工作的。可是你会因为那个女生很正，然后跟他买食物吗？不可能啊，我才不是，我又不是那些阿宅什么工作。不一定哦，可是只有阿宅才会啊。对啊，色情狂也会啊。色情狂还不见得有钱，但是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我会因为说他东西真的好吃，老板真的很漂亮，好，我们就常去。我不会说因为说他长得漂亮，那个店破破烂烂的，吃饭可能还有肉鱼还是干嘛，我就这边吃干嘛？你说，说实在，我又做这一行，什么美女我没见过，我非要看她不可，那很奇怪啊，对不对？也不需要生气吧，也不需要吧，我有生气吗？有一点火气，所以呢，不是光是美女不行，一定要搭配食物非常好吃。对。或者是但是如果食物很好吃，但那个卖食物的人超丑，反逻辑喽，对、啊。然后个性也差，就是说你们讲瞎啦，更梗了然后送面过来的时候，拇指在里面。插在里面。可是那顿超好吃，超好吃哦。它的经典是等于它的餐厅没有啊。如果你开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吧。食物好吃，但老板讨厌。讲到食物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一直不 Q 五出来，我只能妈自己 Q 自己啊。这什么？这我赵正平自己做55年磨一剑卖的牛肉面跟浓汤。哇！牛肉面两种口味。红烧。他因为我们置入都要给钱的，他有给钱吗？我没有置入，我是宣传而已，不好意思。我只在宣传。重庆麻辣牛肉面。对，还有这个红烧的，他拿着红烧。而且你是不是有放下狠话说吃过这个之后你回不去？那东西是用的好啊。所以牛肉有牛筋吗？里面？我才没用那么差的肉嘞，我用牛的花腱心呐、啊，就牛腱心最好的。一条牛不是4条腿，我是用后面2条腿的里面那一条。然后还切头去。是入口即化那种吗？还是有嚼劲，比较偏入口即化。哇，口感呢、啊、就跟一般就真的不一样。我再问一题，因为我最 care 的牛肉面的一件事。哦，来了。你的面条该不会是粗的吧？哦，我刚好分2款面，红烧的是细面，麻辣的是宽面，因为宽面，对，宽面。没有，是阳春面的那种 size 吗？有啊，我刚刚讲红烧就是啊。那你说的细面是细面，细面是细面，就是阳不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细，就是你讲阳春面没错。哦，那就是标准的。对，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拿来跟那个麻辣 change 也可以啊，要不然以后我都送细面给你好了。阳春面，阳春面好，可以，我就都是阳春面给你。所以这一顿他应该需要付到30万吧？不要说30万，300万好不好？300万，啊，真的，300，8分钟，怎么样？介绍的深入够那个深入了吧？刚刚 B 2在外面有讲，会全部剪掉。剪多少？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这期是要讨论呢，就是食物系美女，因为前面会剪掉嘛。对，食物系美女非常多人。所以像是赵哥，你平常有在观察食物系美女吗？没有，屁事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干嘛不能重复一遍啊？不要生气，除了食物系，除了食物系美女，为什么没有食物系帅哥？有啊，还是有，有啊，对，煮咖啡的，有现在煮咖啡的，咖啡地啊，对对之类的。真的有，健身的，
最近我们家附近夜市卖芭乐的很帅，我都叫他芭乐帅先生。芭乐帅先生多帅！他很有肌肉，然后切芭乐的时候那个肌肉会这样颤抖，然后很多那个年轻的妹妹都会去看他，说啊好帅呀，这样子。是假的？真的真的切猪肉的也有，切猪肉也是这样剁，然后也是胸会。你家附近也有吗？有，因为旁边市场啊，所以我们猪肉帅哥吗？我们的新班底吗？啊？怎么准备看到你啊？班底最近电影太忙了啦。你说鹅肉店？是哦，我都早上6点就起来啊。你现在还有很多粉丝是因为你，然后去你们店里买鹅肉的吗？其实主顾客还是比较多，因为大部分我们会来的可能都是别的外地的，不可能就想说，哎，我要来买鹅肉，然后就专程跑一趟这样子，不会天天来啦。所以韩竹今天来有什么事吗？哎，我有卖过真奶手摇饮哦。你自己开的？我是打工的。然后嘞？你在讲26年前的故事吗？我现在是50。我们时间轴又乱掉了耶。小歇红茶店那个年代吧，哎，那这样大概是15年前，不止啦，小歇不止15啦。我说我啦，我说我啦，我跟对方照算哦。所以才打扮像珍珠吗？哎，对。瞎看不出来，他提醒我们，他卖珍珠奶茶，怎么都看不出来。我们俩太不会主持了，好多珍珠在你身上，我都没看到。对，但是我真的15年前有打工的时候去卖过真奶手摇饮，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其实茶真的好便宜哦，我们平常现在买一杯越来越贵，都要70-80块，可是我们进去里面就是随便喝，然后重点是我珍珠都把它加到8分满，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所以你自己一直吃，因为反正我渴了，在饮料店打工就可以，就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喝，可以一直喝，你想加什么都可以，对，自己加都可以。那你那个时候算是店里面的正妹吗？肯定啊，当然是哦。所以有人是为你而去买吗？有，因为那个我们老板。因为其实老板就是我朋友，我是去帮忙的。然后他说会有上班族来问说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在那边收银，这样。所以其实收银是有差的。旁边这位是新朋友，拉拉你好。Hello。所以你跟食物有关吗？没有，没有。但是我有在夜市看过就是帅的。你有没有就是说明明不想买那个东西，或是不爱吃，可是因为他太帅，你就被那个？对我前几个礼拜去夜市，然后就是夜市都会有卖葱肉卷。但是我不吃葱也不吃肉，但是那个烤肉很多都是帅哥，就他就一叫说，哎，美女要不要买一串吃看看？我就听到美女当下当然就转过去看他，后面整个夜市有10个女生说什么事？对，什么事？全部转过去，什么事？这美女很危险。然后看他是就是有 muscle 肌肉帅哥，就买了一串。所以值得吗？有好吃吗？是好吃，但是我不喜欢。那你去夜市的时候有带着你旁边那个板子去吗？我也很想要带着去。没有，那你今天带来的是写什么？这个是我在4月11号会发行的个人单曲，数位发行，叫 I'm a Tough， 希望可以大家多多支持一下。看那个照片，应该是舞曲 style 吧？对。不要看他这样，虽然今年才18岁，但是他在抖音上、TikTok 上面，可是大家的女神。是哦。走什么路线？舞蹈嘛，你还在信义区那边跳舞嘛，什么的嘛，要不要来一个呢？人都来了，反正你也不是食物系正妹，赶快跳一个。我要看那个抖音女神跳舞，没有音乐哦，还是你要自己唱？好，我自己唱。预备，开始。别怪我心狠手辣。Now I'm feeling I'm a top, yeah， 不是温室里的小花。谁说妹子不能炸呀？别怪我心狠手辣。Now I'm feeling I'm a hot, yeah， 要穿怎样才叫像话？气质性感精致牛吧？别怪我心狠手辣。真的，金鱼也超红的，真的哎！你现在是什么最美 ？AKA 最美鱼贩。对，我们家里是那个卖市场，我是在市场卖鱼爆红，然后那个是我们家本来就是在卖鱼的。爆红之后有没有造成你们家人的困扰？因为我们家是开门做生意，所以记者很常就是会直接上门来找我爸妈，然后就开始，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所以一开始有吓到，就是会一直问他们说，哎，你女儿在那个圈内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有什么？你怎么了？
什么负面啊？没有，有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对之类的，就是会乱被写，然后或是乱怎么样？你跟谁在一起啊？我就是那个朋友出去玩，然后就是一定有鬼。你看那什么表情，我就是眼睛看迷成这样。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交一个男朋友啦，然后我就是有跟男朋友出去看电影，然后就是被拍到。被拍到没关系，可是记者就会把它导向成劈腿了，不是什么没有小开什么的，可是什么小开在一起，可是那个就是普通人，他不是小开，他不是小开，开的车也没有很贵，可是记者就会这样写，就把我塑造成，因为记者就很喜欢女明星跟什么富二代跟小开，对，什么包包换包包类似这种，真的还蛮常这样子的。重点就是我常会给家人带来一些困扰，哦，所以他记者就会冲进去问你爸妈说，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跟小开在一起？对啊，前阵子你不是说你女儿单身吗？什么什么的，对，他这个女婿有没有带回家过什么的？就是开始问一些。天哪！那爸妈会不会想说你不要再来店里帮忙了？有哎，有一阵子，就是有一点觉得很困扰。可是后来他们就是看我在这圈子越来越好，就是慢慢接受。有你在的时候，生意会特别好吗？我们家的生意一直都很好，因为就是小乡下地方，所以附近。就是来买的就那一些，但是有时候我去的时候会多了很多是特地从南或是从北来的粉丝，嗯，特别为了见你本人一面。对对对，然后像之前我觉得比较夸张是有一个粉丝是他知道我过年固定会回去帮忙一个礼拜，然后他就会每天来哦，他每天从新竹开车下来，然后会买点心跟饮料来给我们全家人，因为我们过年都是全家人，就什么亲戚、叔叔、阿伯，什么都会来帮忙，就是凑一凑大概15个人。那他有消费吗？在你们店里？没有啊，可是他就是会特地来，然后又来买什么点心跟饮料给我们全部的人吃。那你有喜欢吗？没有，是他开的车不够别，对，还是不是什么？这你怎么那么可怕？我发现很多那种重机车队的很爱来我们店里，重机车队，嗯，就是会觉得说来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卡地标，是因为你还是说你们那个店本来就是很，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才比较多那个重机车队来。你吸引重机车队？对啊，我觉得超酷的哎！你展示上很好，会拿手机说，你就像维明哥骑的那种吗？就是有些是会骑那种很大台的，就是重机。你以为是骑那种三轮的那种电动的，那就不一样。真的，那要骑很久。我也不了解车，很有心的。我们什么什么社，我们是有一个社团，重机社团，你可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说，哎，我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欢迎大家来吃这样，人家录影，然后你要请你录影片就对了。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传到什么其他的那个社团去，哇，很强嘛，很强，对，你是鹅肉女神嘛，根本是，人家会说什么鹅肉公主、鹅肉西施、鹅肉妹、鹅肉不不很多，但是我就叫我方婷就好了，鹅肉方婷，我觉得。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